你刚走过来，我以为是一节。你刚走的，我真的以为变一节了。有那个感觉，一节。一节被笑到，笑到变一节。我现在还穿宽松的呢，我要换紧身的一波。你等一下看他那个就知道了。你以为我维密、这个、肌肉都维密模特儿？啊，肌肉都出来了。肌肉的，后来发现没那么难。刘老师，你是一节，怎么小成这样、啊？然后头发又故意剃的更那个，就感觉整个脸变得更长。我其实一斤都没瘦。真的吗？一斤都没瘦。你怎么想？一斤都没瘦。如果你算公斤没意义啊。对，我每天晚上都上。我来去公斤没意义、啊、到时候看体质来看，比较喜欢看肌肉含量跟那个。可是不会，我这样看起来还是觉得你有瘦哎、欸，瘦很多，其实体重应该有重，斤都有这样，真的高的没差，因为一公斤的肌肉跟脂肪那个体积有差多少，知道吗？但是不太可能，我这块有，有勾了，所以你还是一样有好好的，有凹陷，对，真的有型哎。哎，所以这个时间比较短，但是你这个人不是人。谢谢，这个人不是人。我觉得他快要在，我觉得他快要在朋友圈晒没有穿衣服的照片。我不会 ，no no no， 绝对不会。你再见下去，你一定。我跟你说，再见下去。我跟你说，小领导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在朋友圈干了这么可耻的事情，你就在朋友圈骂我。不骂你啊？不会，我绝对不放心。因为我也会晒啊。大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不怕别人骂。我不会，因为。因为我整天骂我的朋友，里面在朋友圈里干这个，你就一句话说，我终于懂你们的感受就行了嘛。没有，你就直接剖。我今天让你们骂，然后就剖。然后他狠吗？他也蛮狠。没，你误会了，我是厉害。你都咪快要崩溃的时候，他就会咪咪咪咪画出来。分散注意力，分散注意力。我们这个就是威廉姆一旦要使用他的话术，你就会堵他，对不对？烦死了，闭嘴！烦死了，让他闭嘴！而且我这个教练他真的是完全的。哎，我们家郑重之呢，在这边啊，低调中。真的，受到你的，你受到他也瘦了，他也瘦了。这样的衣服还。这样的呢？这样的呢？哎，我也有这件衣服，怎么穿起来跟你完全不一样？你是故意穿这样的？啊，真棒！现在鼻子有点太低了。哎呦，鼻子低会怕冷吗？对，那我们这儿挺冷的。对，脂肪这样可以保暖，所以其实像我们，你像以前觉得说体脂低，你应该是不怕冷啊，什么去冰水游泳啊，哦，其实那个非常怕的，一定会练我的房间。那他可能体脂低不是那么长时间。就是因为我体脂高，对我自己有棉被，对，我天天披着一个袄，自备袄，自备袄，还有一个袄。